昨天晚上我做的一个梦啊。刚才做梦啊，梦里边，我同弟弟老师讲啊，核电厂运到飞碟上去了，现在飞碟的位置在中东那个位置，我就讲给他听了，那个老师听了，好像云里雾里，有点不太可能吧，这是。是这么一个梦，是弟弟啊，交过来费啊，是那个弟弟，我讲给弟弟老师听了，我说现在呢，核电厂已经移到那个，天上大气层里去了啊，它个在中东的上空啊，他认为，不太可能的，外星人，接下来希望我做的事情呢，把那些不可能的事情呢。把那些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呢，变成可能啊，变成可能，然后告诉大家，让它变成可能，然后告诉大家，然后让他们知道，还有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生命体的存在啊，而且这些生命体啊，智慧要我们高得多，能力要比我们高得多，接下来，要从。以前熟悉的人开始讲起，因为熟悉的人至少我知道，不会瞎说的。但是呢，我现在讲的超过他们意想的话，他们考虑考虑，最后证明的是确实是那么回事的话，确实，把他们给吓着了啊，把他们吓着了啊，他们的那个观念会改变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这些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